不会炒迷你，我来教你炒迷你。迷你抱头八爪鱼，哎，小螃蟹，蛏子，蛏王，鳗鱼，鳗鱼看到没有？哎，鳗鱼，我靠，他要跑，我靠，我靠，我操的嘞，掉地上了，你快下去，我靠，我靠，我还没有加调料怎么办？哟，我靠他又跑出去了，忙死我了都，你别动啊！我靠！忙死了，酱油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一会儿就好了，你忍忍一会儿就好。刚才没有杀，现在给它杀好了，你看，这个鱼，白色的鳗鱼，看到了吧？哎，像不像？像不像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，你别动了哈，我已经给你杀了，你别动了哈，靠，你再动我跟你说我都跟你拼命。再来个大鞋拔子生蚝，你别动了哈，待会儿它会崩出来，这东西可烫了，记得给我个红心，你知道吧，我得给它弄一下，你别动了哈，你真的别动，我们商量好了，你别动，商量好了，你不能赖皮啊，不能动。哎，好，给我个红心，你知道吧？那点亮，把关注也借给我吧，借个你的关注。哎，你看，这个就是那个海洋虾，看到没有？纯正的，它的虾肉很脆，你知道？虾头我从来都不放过，你就拿水煮它都香。拿水煮它都好吃，哎，你别看不上这个虾，海洋虾它就是海洋虾，淡水虾它就是淡水虾，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这个肉结实的，你可以看到呀，肉很结实，嗯，这个是那个扇贝肉，哎，这是那个扇贝肉，大的我们都拿来。卖了，小的我们自己吃，这不是杨海七了吗？东西贵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不舍得。啊哈，看到海螺，哇塞，可以哈！哎呦我靠！哎呀我靠！这个黄是个红色的，这个是香螺肉。哎，你看它跟海螺不一样，对吧？它绝对不一样，很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叫海螺。哦，嗯，这个去掉。哦，看看这边还有那个鳃，啊，干。啊，摘掉它。好，然后。吃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的嘴给它擦一下，用纸巾。嗯，哎呀，这抱头八爪鱼，你看这个抱头的八爪鱼，你再看这个迷你，这迷你的八爪鱼都快撵上它了，这出奇的大，真的是出奇的大，这个也是出奇的大，哇天，这一个都差不多两斤，一斤半左右，太大了。嗯，好像也有货，看到吧？哎呀，哎呀，我靠，应该蘸点汤。哦，这都是大米，看到吧？哇塞，还有这手上面，哇，真的太丰富了。嗯，哇塞，太过瘾了。难得，爆头，天天爆头也没有热门，
郭小梦。今天鲍鱼也不热门，也不装机。海鲜配米饭，越吃越爱。来个八爪鱼。哎呦，大海里的大米。陆地上的大米，再来个醉虾，不结实，很多老铁说我不够拼啊，最近都不肯给我双击了。老铁猜我吃的是啥啊？杰琛一口蒙得下了，咱老铁双击就给一个，蒙不下双击就不要了。说我最近都飘了啊，辣椒都不吃了啊，来上点辣。太辣了。今天咱再，再做一锅啊！哎呦我去，八爪鱼、大海螺，你俩还不上来？你搞对象了？你俩越级了呗？哦，哎，多宝鱼，加点老抽，加点酱油，再给点料酒去去腥。哎，料酒可以多放一点啊。再给点陈醋，喂喂喂，是，喂喂，来加点啤酒去去腥，是，看都看着了，给个双击呗，双击，来老铁，
好长时间哎呦没上热门了，今天呢老弟呢来个拼的，来个滚烫炮，不求别的啊，只求能换得了你们一个双击，加一个关注。哇，哇，哇，王英。